交出画笔，拿起彩色盘，展现客家生命力。因为客家人哦，最重要一种咁样嘅江吹哦，就叫咸吹啦。因为咸吹佢会向下叫。客籍画家黄巨泰擅长油画，客家民情画得栩栩如生，也把童年生活留在画笔下。啊，佢咪做生意噶哦，佢要是佢还记得讲，就喊做当神仙咩？因为哦，佢阿太家下嚟哦，阿公带定，太家都丢好诶吼，阿公上下位买糖分就是啦。师大艺术系毕业，黄巨泰曾经在电视台担任编导，在学校授课，画片所有的素材还是最爱客家风情。我自己是客家人，那我画很多太阳，我何不回头来画一下我自己熟悉的客家？所以我就开始画客家。就会趴着这样子趴着画。不会按趴着没？而且脚都变起来了，手都怎样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黄巨泰很随性，蹲着解说，这幅画是早期的客家妇女忙着顾三餐，忙着顾孩子，也勾勒出客家人勤俭坚忍的本性。就是妈妈还觉得好么，都是要了，来讲妈妈还觉得你时间付不多啦，哦，但是妈妈既要照顾老太，又还给阿爸喂，又还要洗衫。黄巨泰的作品叫人感动，穿着蓝衫的阿婆一针一线缝衣服，皱纹刻在应景自信的脸上。好比讲，阿婆佮最锡乜个呢？锡孙的了吼。啊，头摆人哦，伊有张新衫就做，一年一两一摆一两一两两个天天啦。所以有闲都跟你聊，聊咯，等孙的也等来转了。出身客家庄，画出客家情。黄巨泰没有远大的理想，倒是用创作为故乡尽点心力。一般对于这个画的反应就是说，哦，原来客家人还有这么多的这种内涵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尤其年轻人他不知道以前客家人是这么过来的。一支画笔，一盘颜色，黄巨泰这双手紧紧捉住客家风情。用一盘色彩，黄巨泰让儿时的童趣鲜活；用一支画笔，黄巨泰让阿婆的蓝衫耀眼。再用客家情装点画布上的客家风情，美丽了我的感动时刻。